Costco 每月优惠怎能错过 ？Apple 迷你台式机、Dyson 冷风扇、防晒防蚊喷雾、口腔护理系列，多款日常囤货好物都有大折扣。今天就跟君君一起看看吧。视频开始前，请点击红色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，点击下方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更新了。Ninja 破壁料理机 ，Ninja 料理机日常料理好搭档，1200瓦马达，轻松搅碎各种食材，附带三款不同大小的搅拌杯，最大容量达72盎司，加上6个预设研磨功能选项，捣碎冰块，制作冰沙饮品，揉面团，烘焙，各种蛋糕曲奇，食物加工切碎，做成米糊浓汤，这款料理机都能一键完成，而且自带清洁功能，搅拌完之后加温水转动。机器可以在30到60秒内自动清洁，使用过的小伙伴说能基本清洗干净，剩下的边边角角自己再洗一下就 OK 了，很方便。Dyson 空气净化冷风风扇，不用君君多说，大家也知道 Dyson 的电器是有多好，颜值一贯高水准，机身轻盈，底座稳健。最近晚上有点闷热，开这个小风扇太合适了，而且声音很轻，有定时功能，适合睡眠使用。HEPA 活性炭的密封过滤技术，有效过滤 99.97% 的细微颗粒，让你舒适又健康。在观望的朋友们，本月 Costco 的 Dyson 空气净化风扇直降100块，入手好时机啊。 Apple 苹果新款 Mac Mini 迷你台式机，苹果迷你台式机 Mac 家族入门好选择，全新 Mac Mini 均配了5纳米制程 M1 芯片，将 CPU、GPU、T2 集成在一起，其中8核 CPU 是目前世界上性能能耗比最强芯，同时 M1 集成了8核 GPU， 解决了 PC 集成显卡性能不强的弊端，也是目前世界上性能能耗比最强集成显卡。另外 M1 还集成了16核神经引擎，集美观与实用于一体，上网学习不卡机，推荐给需要台式机的小伙伴。15尺伸展式长梯 Little Giant 长梯算是梯中之王，梯子顶部搭配可伸缩工具盘，方便放置各种工具，还可以当安全扶手，收纳便利，开关梯子一键搞定，用户友好 U 型锁，方便调节梯子高度，单边调节长度，地面不平也能轻松使用，梯子最高延伸到15英尺，最长伸手可及17英尺距离，最高承重300磅也没问题，底部滑轮方便运输。总而言之，这梯子集直梯、人字梯与伸缩梯于一体，等于用一个梯子的钱买了3种梯子，相当实用。防晒防蚊虫系列 Copper Tone 水宝宝防晒 SPF50， 水宝宝防晒套装包含2个防晒喷雾和1个防晒霜，平均一瓶只要4.6块左右，性价比高，都是 SPF50 的，外出大太阳天气涂它没错，有效防水防汗80分钟，适合游戏戏水、海边玩使用，喷雾户外用很方便，拿起一瓶直接喷，不怕弄脏手，又不会搞得黏黏糊糊。而防晒霜用起来要费点功夫，推开涂抹，出发前先抹一层防晒霜，途中再补喷雾，完美。 Off 防蚊虫喷雾，天气暖了，蚊虫也跟着多了起来， Off 这个牌子所有超市都能看到，真是美国国货老牌子，号称有效对抗登革热病毒和吸血臭虫的侵扰。 Costco 这款户外运动型特价，喷一次能持久保护8小时，而且喷头很猛，一下喷出1米多远，辐射广，带一点花果香，不过有小伙伴说气味有点上头，介意的朋友慎入。太阳能 LED 庭院灯，每次散步看到邻居家的庭院灯都觉得很别致，趁着 Costco 优惠收它，美化一下自家庭院吧。5个一套，款式别致，无线设计，安插在哪里都很方便，还随时可以变换摆法造型。 LED 太阳能灯泡自动循环充电，反应快，亮度足，非常赞，以后再晚回家庭院也不漆黑了。吉列刮毛刀，吉列女士剃毛刀本月6.8折就能收，粉粉嫩嫩的少女色实在是太美腻了，刀片很顺滑，角度设计很好，不会因为用力过猛导致皮肤敏感。3层刀片，12个刀头，每个只需要1.9块，这些日常消耗品打折买最划算了。Chobani 减糖希腊酸奶，超市酸奶品种千千万，只是 plain 的只有酸味，不适合单吃，带 flavor 的又往往太甜，站在冷柜前拿起又放下，真的太难了。酸奶界大佬 Chobani 推出的减糖希腊酸奶，醇厚丝滑而又有奶香浓郁的口感，好适合酸奶星人。不过也有小伙伴不喜欢希腊酸奶浓稠的质感，喜欢喝稀稀的水状酸奶，你们是浓稠派的还是水派的呢？下方留言找组织吧。 Melona 冰淇淋，迎接夏日怎么能没有冰淇淋，韩国 Manola 冰淇淋 Costco 热卖了，真的很不错，
一大盒里面有三种口味，椰子、哈密瓜、芒果、绵羊八根，一共24根，吃个够。果味香，甜味足， cream 和水果的完美结合，也只有 Melona 能做到了，推荐给喜欢甜食的朋友们。口腔护理系列打折好物多， Waterpik 水牙线， Oral-B 电动牙刷刷头， Oral-B 电动牙刷， Oral-B 牙线，佳洁士牙膏， Costco 本月优惠，口腔护理系列选择多多， Oral-B 品牌刷头牙线都有好价，电动牙刷直降35块， Waterpik 水牙线立减30块，佳洁士牙膏每支只需2.4块，让你从里里外外清洁口腔无烦恼。好了，本期的 Costco 5到6月大折扣就到这里了，超市地址就在评论区，小伙伴们喜欢哪一款呢？你们买到了什么好 deal 呢？如果喜欢看超市探店系列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君君下一期想看什么，介绍什么。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记得关注、点赞、分享，一键三连，更多实用有趣的北美内容等你来看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